好的。军需处副处长张海峰，陈文海，给你带来个新朋友，你们聊吧。看守，看守，你喊什么？闭嘴！我要求独立牢房。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想要独立牢房就独立牢房吗？我告诉你，门都没有！老子忠孝军衔一等战功。我有权要求独立牢房，张海峰，我看你是鼻子痒痒了。告诉你，你要再喊，我让你生不如死，你信不信？给我老实待着！好像晕过去了，张海峰，你他娘疯了你啊！我是国民党员，不跟共匪关在一块儿。这里是白山馆，张海峰，你太猖狂了你！来人，来，把他给我关到禁闭室去！是。医生呢？啊，医生呢？李处长，我的人刚刚被派过去五分钟，就被打成这样，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卑职也不太清楚。不太清楚。那么从你离开到陈文海被打，大概有多长时间？大概有一两分钟。两三分，到底多长时间？我想想，应该是不到两分钟。那么在两分钟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卑职
确实不太清楚。张海峰说什么了？张海峰他除了要单独牢房，别的再也没说什么。孙馆长，啊，你怎么看？张海峰和陈文海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下这么重的毒手，的确很奇怪。李处长，会不会是陈文海已经发现了什么，所以张海峰才……不可能。在两三分钟之内，陈文海再厉害，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到什么。是是是，李处长分析的对。看来这个谜底只有向陈文海询问了。李处长，您放心，王凌宇大夫的医术十分高明，只要陈文海没断气，就一定救得活。那就等着吧。王大夫，我看您的医术啊，真是太厉害了。刚才那犯人，我本来以为他活不成了，可我看您就那么轻轻的一打，哎，活了。不是我厉害，他的伤其实并不重。不重？他只是表面上伤得很重，实际上，下手的人好像留情了，没有伤到要害。只是暂时性的昏厥。手下留情。陈文海，怎么会这样？不知道，不知道。从看守老图离开，到张海峰动手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没有，什么都没做过，什么都没说过，什么也没有。那他为什么要动手打你？涂长官带他进来之后，他马上要求换个独立的牢房。
副长官没有答应他，然后他就冲了上来，像疯了一样。那你觉得张海峰他为什么要跟你动手？我怎么知道？应该没有任何原因吧。你说什么？没有任何原因？没有原因怎么会这样？这件事你办得非常好。天亮之后，我叫人把你送回108牢房去。非常抱歉，李处长，我不想再回108牢房了。你说什么？你要我监视那个张海峰，他根本就是个疯子。你要我再监视他，我会没命的。怎么？你害怕了？我要保住我的性命，活着去见我的妻子。这么说来，陈先生是不打算跟我们合作了？我不想因为跟你合作丢了性命。我说过，我要活着去见我妻子。哼，吴小姐对吧？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徐科长，你那个手下叫什么来着？对了，叫黑鱼。我听说他对吴小姐还是很感兴趣的吧？啊？你想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要看陈先生的表现了。监视那个张海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好，但是我有几个条件。说。第一，要保证我的安全。没问题。第二，保证我妻子的安全。也没问题。徐科长，马上给吴小姐安排一个单独房间。在陈先生完成任务之前，不要让人打扰他。明白。陈先生，只要你顺利地完成任务，我保证还你自由。此话当真？哼，我堂堂重庆市特调处处长，这点权力还是有的。你记住，我李胜金向来赏罚分明，只要你办事办得好，我答应你的事情都会做到。好，徐科长，打完吊瓶之后，把他马上送回108牢房去。好，等着。进去吧。回想昨晚到今天的经历，徐行良的百般利诱、胁迫就范，张海峰毫无由来的无端殴打，最后是特调处李胜金不惜放下身份亲自出马，对自己恩威并施、势在必得的态度。陈文海敏感地感觉到自己这个新狱友张海峰的身上一定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自己只有抓住这个秘密，才能够拯救妻子和自己的命运。把门打开。是。你们，快把张副处长扶起来。闭了。
孙馆长客气了，我坐在地上挺好。下去吧。是。事情我都知道了，张副处长不愿和共匪共处一室，希望有一间独立牢房，我们也理解。只是，张副处长，不是我不愿意给您安排个独立的房间，只是白山馆的规矩早就定下来了，除非是共匪的重要犯人，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所以还请张副处长多多海涵。张副处长进白山馆是受了冤屈了，但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还得慢慢来呀，所以还望张副处长肯听德亮一句话，只要张副处长表面上遵守白山馆的规矩，我这个当兄弟的一定找机会跟上头说，给张副处长多多美言。所以，这个牢房的事嘛，我懂了，孙馆长。牢房的事情，就请孙馆长看着办吧。嗯，太好了，张副处长，如此，德亮就先得罪了。来人。在。送张副处长回108。是是。进去。你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奇怪，连国民党也被抓到这儿来了，你管得着吗？不过我有个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如果你再敢动手的话，我是会还手的。好，我不会再动手。但是你记住，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路不同。一言为定。张海峰之所以殴打陈文海，是不是已经识破他是卧底了？不会，这件事情即便他有所怀疑，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识破，否则他就成了神仙了。是。不过孙馆长，以后这种破案的事就交给特调处徐兴良他们得了，咱们的任务主要是看好犯人。不要。你千万别这么想，啊！这次张海峰的事情，你没看出来吗？李胜金非常重视。记住，咱们多做一点，有好处。是。这样，
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把张海峰死死盯住，他的一举一动都要汇报。可是李处长那边不是派了陈文海？你以为光靠一个陈文海就能对付张海峰了吗？是，卑职明白。你去办吧。是。张海峰，你为什么要动王万成的档案呢？这是张海峰与小猫取得联络的唯一方式，绳结。如果小猫能够在放风广场看到这两处绳结，他将明白，组织上已经派人来营救他了。作为答复，他会将他们拴在一起。然而，张海峰并不知道的是，小猫此时正被敌人关押在白山观审讯楼的地下牢房中，每天经受着极为严酷的严刑拷打。张海峰在行动，敌人也在行动，小猫同志还能坚持吗？他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张小姐，请。这里呢，就是白山馆的广播站。哎，真是没想到，在白山馆还有这么一个雅致的好地方。张小姐是个大明星，我总不能让大明星整天和那些乱七八糟的犯人搅在一起吧？白山馆正好缺个广播员。张小姐又是从事文艺行当的，所以如果张小姐不嫌弃，以后就在这里帮忙吧。好啊，我会让人按时把宣传稿送来，张小姐只需照着广播就行，其余时间可以挑一些轻松的音乐放一放，也算是活跃一下白山馆的气氛。哦，对了，这里有个冰箱，
里面有吃的喝的，张小姐可以随便用。这张床，张小姐累了也可以休息一下。总之，有任何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看守就在外面。记住，把张小姐照顾好，不得有误。明白。张小姐，您还有什么要求吗？那就多谢了，孙馆长。好，请便。这已经是张海峰进入白山馆的第三天了，这整整三天的时间，张海峰的整个营救行动没有任何进展，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望着眼前这个暂时还琢磨不透的陈文海，张海峰不清楚他究竟是自己可以信任的同志呢，还是敌人精心张海峰裤腰上这个小小的破洞，让陈文海确信对方藏了一件极其重要的物品。陈文海确信要解开这个秘密。进来。孙馆长，您找我。这两天张海峰那边有什么情况？暂时没有。不过，弟兄按照您的吩咐一直在盯着他。冯兵，你还记得张海峰打人的情况吗？记得。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有些蹊跷。蹊跷？你想，张海峰
也曾经是我们党国的军人，他应该很清楚，在监狱里无故殴打同牢犯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他肯定清楚。可是那天他为什么还要打陈文海呢？他这样做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能有什么好处？好处不是马上就被关禁闭室了吗？是啊。禁闭室。不好意思，今儿用大了。孙馆长，什么也没有。是啊，什么都没有。这间禁闭室这两天还关过其他犯人吗？没有。冯彪，
没有。手。那只手。打开。打开。可以杀掉我。